部落也有能量，能够互助合作，照顾小宝宝长大吗？随着社会变迁，市场经济影响，家庭中的父母大部分都需要出外工作，双薪家庭的比率逐渐上升，幼儿的托育需求也日益增加。都会区常见的公私立幼儿园、托儿所等托育中心，在许多原乡是否也能享受呢？零到六岁的幼儿学习来自于生活的整体经验，对族人来说，幼儿的托育